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五十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您现在收看的是运通财经台，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全国的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盘中即时解盘节目。啊，要带领我相位三十分钟的一个时间。面对台股今天强势的一个上涨，还不晓得如何布局，不晓得如何操作的，马上每天一点钟即时解盘节目看完，对您操作一定有正面的帮助。这次台股呢，从高点10268回档修正，跌了200多点。啊，我说已经逼近300点的一个满足区域了。我从去年度的下半年一再跟朋友提到一个重点。台股因为融资低，筹码非常稳，再加上温和的一个量能，它只要敢大跌300点以上，你来跟我布局，你都会得到一个不错的一个操作绩效啊！啊，来回顾一下，去年度不管是9月份、11月份还是12月份，大跌300点买股票，对啊，因为指数会上涨，包括今年度的一个4月份，台股是不是这边跌了350点，来到962，一样大买股票啊，结果呢，一样会大赚啊。所以这次的一个操作，从10268跌到礼拜三，跌200多点啦、啊，已经快要300点啦、啊。所以我说，它在下跌的空间有限，你要乐观看待。你只有乐观看待，在前两天的低点，你才敢跟我买股票嘛？干不起来呢。所以我之前也跟你讲过啊，台股的支撑是越定越高，目前短线的支撑大概是在9900到10000点啦、啊。这台股目前的一个支撑呢、啊，大概在9900到10000点这个区间很强啊，所以前两天如果你不买股票，今天台股呢目前是上涨57点啊，怎样600多亿还 OK 啊，所以呢，如何掌握那个操盘的节奏性，如何低进高出，把一档价型投资概念股票赚完整个波段，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不要客气，好不好？那今天一个双股，这个合作方式最后一天，先提醒你一下。难得啊，我给你尊龙等级会员股票，哎，你知道我们这礼拜带领双股会员买进的一档股票，今天大涨了大概半根停板以上，全国的双股会员帮静老师做见证。所以当华邦电上个礼拜五他回档修正，我怎么看待他的后市股票那路啊？我告诉你，支撑到了，这是一个买点啊，因为第一轮的报价有机会涨到年底嘛，产业的结构是往上的，那股价跌到支撑，当然要买呀、啊，是不是？所以上礼拜6月9号以前，我就跟你说，第一轮报价有机会涨到年底啊。你看一下今这礼拜二，6月13号，报纸上的一个消息，第一轮合约价涨到第三季。这礼拜你看到很多的第一轮的一个消息都是正面的哦，包括今天一样有。所以什么是产业的一个严谨的分析，我在上个礼拜五以前就一再提示你，第一轮的一个报价有机会涨到年底嘛，所以我对产业的一个分析跟追踪够不够透彻，够不够深入，所以呢讲完之后，这礼拜消息面出来了、啊、第一轮合约价会涨到第三季嘛，所以既然会持续性的涨到年底，上礼拜我打下来当然可以买，这礼拜我说过利用大盘盘中急跌的89点嘛，华邦电平盘以下哦，17.95可以再加码买进啊，这礼拜的动作啊，买完之后尾盘稍微拉高，哎，当天大盘跌啊，但是你跟我低接华邦电你会赚钱呢、欸、啊，礼拜三告诉你这是收脚止跌买点啊，你不要杀低啊，因为我知道你当天会很恐慌，当天台股呢盘中跌了94点嘛，礼拜三这根长黑啊，对吧？你会想卖嘛？啊，我告诉你要卖吗？如果你卖掉，结果这两天就弹上去啦、啊，是不是？所以该照顾投资朋友的一个心态，
不管是盘中还是盘后节目，我都跟你解析得很清楚啊。我不是那么事后放炮的分析师哎，股票涨上来才说低档有买，或股票跌下来才说高档有卖，干不起啊呢？你已经看不到像庆龙老师把会员持股的操作流程，怎么买的，怎么卖的，公开那么多档让你印证，你自己可以去比较一下。所以诚信解盘实在分析是我的风格嘛，我公开几档会员的一个波段操作的个股，拿出他的口讯来跟你对时对价，不管是进还是出，很清楚啊。所以礼拜三的一个华邦电，不要因为大盘跌94点你就想卖啊，你一卖的，昨天华邦电感觉就跌不下去啦、啊。今天的华邦电呢，是表现还不错，至少它往上推升嘛，至少在这个位置附近，我告诉你是低阶的时机嘛，没有错吧？所以呢，像这种量大好进出的个股，你要买100张、200张、499，买得到也一定卖得掉啊。哦，所以对今天的一个台股往上攻坚的一个结构，相信前两天你有看我节目的，应该很清楚啊。跌了200多点了，再跌下去就已经来到10000到9900这个一个强力支撑了啊。所以这个盘本来再跌的空间就有限嘛，所以跌下来我告诉你要乐观，你只有维持乐观的心态，低点你才敢跟我买嘛。包括昨天的旺宏啊，他跟华邦电一样都做 no flash 啦，他当然是第一轮报价上扬的受惠股票嘛。昨天礼拜四旺宏7天啊，7天又来到中红支撑，我们告诉你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介入时机点。我说今天礼拜五它会8天转折向上啊，什么是讲在昨天让你印证在今天，今天的一个旺宏有没有大涨半根停板？有水吧，水不是今天他在气你才说，昨天的旺宏我怎么分析的，昨天那个所有节目你看不到一位分析师会告诉你旺宏是一个很好的介入时机点，你一定看不到。但是今天的一个早盘，你从57台、58台，每个人都在跟你推荐旺宏，有无？你早起有去听57台、58台嘛？大家嘛提旺宏出来讲，阿长那唔讲。我相信在下午的一个盘后节目，很多的分析师一样会跟你分析旺宏。亲爱的朋友，什么叫做领先市场？对昨天旺宏的分析，我们请导播播一下昨天精彩的 VCR。它也是第一轮报价上扬的受惠股票啊。那旺宏，你算一下嘛，2467呀、啊，回档7天呐、啊，刚好来到这一个中红支撑，可不可以买？可不可以进场？明天它会8天转折向上。这么棒的一个难得回撤支撑的买点，你当然要跟我一起来把握啊！昨天的旺宏难得回撤支撑的转折买点，你当然要跟我一起来把握啊！我讲的够清楚了吧？产业的结构往上，旺宏第一轮报价上扬的受惠股票嘛，回档7天呢，我跟你预告，今天它会8天转折向上。既然知道它会涨，昨天要不要低接？昨天的旺宏11:39，第一轮报价上扬的受惠股票，已经整理7天止跌了，定16块钱买，11:39告诉会员的、啊，你挂16块钱有没有办法成交？经过1分钟了、啊，股价几块钱？16块钱呢、啊？当时候买单有500多张，16.05的卖单一样500多张，买得到吗？买得到吗？从11:39。你看一下到12:06了，经过20几分钟，旺宏股价买单16块钱已经吃掉了，16块钱的卖单64张嘛，代表定价16块钱的一定买得到，保证一定成交啊，是不是？所以整一个操作面，在昨天或许你认为盘小可软软，但是你选对股票买对位置，今天旺宏可以让你赚半根了。今天每个人都帮你抬轿啊，我讲的不过分，因为你今天从早到晚
几乎所有的节目都跟你分析旺宏啊，因为它量够大啊，它的涨势够强啊。今天台股呢，早盘是平盘以下哦，你有看到啊？旺宏一开盘就开高了哦，它是不是指标性的个股？你自己看一下嘛，它是不是指标性的个股？对，早盘大盘是在平盘以下，旺宏领先往上走高嘛，它当然是指标性的领导个股嘛。我常常讲啊，买股票要买最强势的主流标的。金老师介绍股票强不强？急不急哦？市场上认同度高不高？我相信你应该可以体会得很清楚嘛。这一档旺宏就是我这礼拜招收双股会员，我带他们买进的标的。我讲过，这次的双股，我要带给会员的是尊龙等级会员的股票。他尊不尊龙啊？昨天他跌，没有我带你买，你敢买吗？对，全国的双股会员帮庆老师做见证，每一位这礼拜参加的，大家都买得到。我讲过，这次你来参加我双股会员，不管你用多少的资金，我保证你一定买得到，也一定卖得掉。旺宏，纵使你用一千万资金来跟我合作嘛，一档买五百万嘛，买五百万的一个资金买旺宏，大概要买300张嘛。旺宏成交量五万多张啊，目前五万多张啊，你不管300、500、1000张，保证一定买得到，也卖得掉嘛，啊，有没有赚得到嘛？是不是？所以就一个目前的一个盘面的主轴，庆老师所要带给你的，不是只有看对大盘啊，个股的转折那才是关键啊。相信昨天旺宏回档七天，庆老师所带给你领先市场的买点，你今天再度的印证，你今天再度的印证啊。股票要哪做？落的时阵爱加买啦，安尼唔较搞。全国的双股会员，我相信你们今天很愉快啊。庆老师有没有说到做到？我说要给你们尊龙等级会员的股票啊，这米青在画画呀，这米青在画画，这么大只的一个绩优性的个股，昨天带领平板以下16低阶啊，定16买啊，保证定成家，因为尾盘也收16啊，是不是？所以整一万红的一个架构，在今天台股一开盘开个平盘之下，它就跌不下去嘛，所以第一轮报价上扬的一些收尾的股票其实很多啊，包括群联，第一轮模组的、啊，去年 EPS 24块钱，超过两个股本嘛，礼拜三它跌到327，高点下来跌了30几块钱呢、啊，2468，这是8天转折的买点，因为缺口支撑到了，礼拜三你敢不敢跟我低接？礼拜三往后哦，礼拜三台股呢？盘中跌了94点呢、啊，群联，我带你买在关键性的转折，差了30几块钱呢、啊，是不是？礼拜四，大摩涨5块钱，今天群联呢，平盘附近震一震嘛，而、啊、你买在礼拜三的一个相对低档，你会害怕震吗？是不是？所以目前的行情，其实我真的蛮乐观的，每次大跌300点。都是你跟我合作最好的时机。我昨天不跟你讲过啊，跟我合作来买股票，你当然是要趁着大盘回档的时候，成本比较低嘛。我前两天是不是苦口婆心告诉你，这样对你来讲比较划算嘛？跌了200多点，你买进的成本便宜200多点啊，不是盖好。所以昨天礼拜四，这张股票5月营收今年录新高，它是集团的龙头啊。你看一下，1、2、3、4、5，五天都是黑 K 棒，五天几乎都开高走低啊。我要整理5天叫转折，因为我看到拇指转折向上的买点，涨了一根高位，五天都是黑 K 棒啊。所以你跟我买，今天这张股票一样让你赚钱，就是那么简单。我的操作很干净利落，所以希望这次难得推出的年度双股合作方式，今天是最后一天，你自己好好把握啊。今天是多开放的、啊，因为昨天名额已经额满的啦，哦，所以这是一个双股3+3的合作方式，主要提供给你的是尊龙等级会的股票。这礼拜
双股会员昨天就是去买旺宏啊，今天呢大涨半根啊，希望最后一天的尊龙双股的合作方式你自己好好把握。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地震了怎么办？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全都保护三大保证，第一保证正派经营，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第二保证诚信为本，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第三保证带进一定带出，精选持股，持股集中，保证带进一定带出。成功总部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带您领先动行市场，稳健获利，无往不利。陈通总部值得托付，零二二七五二五八六八。巴菲特，巴菲特，陈通总部蔡老师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精选持股，稳健操作，是全市场最实在、最诚信的分析师。新人蔡老师是您赚钱的开端，速洽专线零二二七五二五八六八，二七五二五八六八。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金星著作《价值型投资操盘心法》彩色精装版，简单易懂又实用，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一出在手，受用无穷。立刻拨打入会专线零二二七五二五八六八，二七五二五八六八。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 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节目的现场，第二阶段时间马上开始，来看一下盘势的变化。指数今天表现真的不错，目前涨64点，成交量700多亿，预估量800多亿啊。哦，所以今天往上拉出一根红 K 棒，礼拜三的高点眼看就要被突破了。哦，当然了，礼拜一这个缺口是有短线压力啊。哦，上去之后还是会震，还是会震啊。所以我讲过嘛，大盘从10268跌下来，来到礼拜三跌了200多点。已经接近300点的几乎的一个跌势满足区嘛，你要乐观呐、啊，你才敢跟我低接嘛。行情的脉络，我讲过嘛，大盘你也看有做股票的看单嘛，啊大盘你拢看无，看唔对啊，啊做股票干嘛赚钱，是不是？所以对于清老师所选的标的，你就大胆来跟我低接嘛，因为我不仅会带会员买，更会带会员卖啊。对，操作股票就是一买一卖决定你的输赢嘛。对，庆荣老师公开了多少档个股，会员持股的买卖点，让你知道，你可以去比较一下，其他分析师看得到他们告诉你会员的买点跟卖点吗？大部分人都是每天在分析大涨的股票而已啊，严格来讲都是事后看图说故事嘛。要分析大涨股票，每天电脑按按就有啦、啊，有没有告诉你什么时候带会员买的？有没有拿出证据告诉你什么时候带会员卖的？如果什么都没有，那就不符合诚信的一个解盘实在的分析嘛，是不是？所以这档联德5月15号四月说年成率高达44%，形态突破，我连买2天了、啊。15号买在136，16号135再买嘛，连买2天之后，你看到是17号它涨停了、啊，在涨停板还没有发生以前，我们带会员连买2天啊，是不是？涨停板之后的一个创新高，5月24号164卖，这个卖点够清楚吧？你自己对时对价，所以第一趟的操作，136怎么买的？164
怎么卖的，讯息有没有全程的跟你对时对价，这就是我带领会员真实的一个操作嘛。从136到164，买个十张花你136万，28万落袋，轻松吧？对，跟对人就很轻松啊。实战的经验，真实的操作讯息都给你看。所以呢，164联德有卖嘛？当股价跌不下去了，基本面依然成长，联德我说该接尾就要接尾啊。所以25号的联德来到154就跌不下去，156附近买回啊，11:20告诉会员了，5月25号，经过10分钟，股价几块钱？156啊，买得到吗？你去对时对价，保证一定成交啊。当天细微的波动，两次都达到154，就跌不下去啊。这叫做类似双脚的一个模式啊，这叫细微波的一个观察、啊，知不？所以呢，双脚跌不下去的，那就156买回啊。对，高档有卖嘛，差了8块钱做接回动作嘛。来到上礼拜五，收盘178，这样有睡不？156到178，是不是多赚了22块钱？买个10张又22万了吧？所以两趟的一个操作，大概50万的一个进账，哎，花你100多万而已啊，不多吧？它不是顶高的一个所谓的像大力光那种，好几千块的高价股嘛，它是算中价位的啊。我相信大部分投资者是买得起的，10张100多万而已啊，对，可以赚50万啊。如果100多万拿不出来，买个5张嘛，几十万而已啊，赚个20几万也不弱啊，是不是？所以当联德走高之后的回档啊，这礼拜盘中快要跌停板了、啊，我清楚告诉你可以低接，可以低接。庆老师的反市场操作不是在那边跟你呼口号啊，当天你敢不敢跟我买？礼拜大盘是跌了89点，联德趁大盘急跌165再买嘛，是不是？你自己对时对价，这个位置你跟我买的，到礼拜是175啊，到今天的联德176.5嘛，今天是不是来到176.5？没有错吧？那礼拜盘中这个压回几乎快跌停板的过程当中，朋友，你看到的是跌停板吗？还是看到的是一个赚钱机会？所以对于当天联德那么漂亮的一个低阶的动作，我们请导播播一下当天精彩的 VCR。买个10张花你100多万，你已经赚到50万了。这上礼拜五的一个分析嘛。那今天联德呢？大盘跌了89点啦、啊，这是可以让你再度低阶的机会，够清楚了吧？礼拜联德快要跌停板，大盘跌了89点，可以低阶，够清楚了吧？我不是今天联德上去我才跟你事后放炮啊，当天联德165再买，再买，昨天175了，又多了10块钱啦、啊，今联德呢？最高呢176.5啊，会不会过高？当然会关系到要不要做减码动作。投资朋友不要去猜，跟着盘中有价值资讯一起来奋斗。相信今年度的行情，庆老师不会让你失望啊。和我来对话行啊，跟对人，生活很精彩啊。对，今天大家都在分析旺宏啊，从早到晚，每个人都在分析啊。昨天谁会看好？领先市场的人就会看好，领先市场的人就会看好啊！所以我们介绍股票，市场上认同度很高，因为基本面很强。包括礼拜二给你分析的这档五月营收历史新高，年增长高达65%的绩优股啊，回档5天，这要转折支撑性的买点。礼拜三趁大盘盘中跌了94点嘛，再低接。昨天礼拜四红 K 棒嘛，从高点下来7天了。我说蓄势待发，迎接今天8天转折的力道。今天这档股票当然也会涨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分析跟你讲在前面，你当然会印证在后面。但是印证那么多档之后，下一档请你好好的跟啊。这是双股合作的一个方式，给你的是尊龙等级会的股票。庆老师说到一定做到，物超所值啊。对，这礼拜你参加我双股的，
谢老师昨天有没有带你买旺宏？就是集中火力买旺宏啊！第一轮报价上扬的受惠股票，旺宏趁昨天回档七天，来到这根中红叫支撑了、啊。我说今天八天转折会向上，今天的旺宏有没有八天转折向上？昨天的旺宏带领双股会员买的，整理七天止跌，定16块钱买进，在平盘以下16块钱买旺宏，你今天会赚到半根停板啊！所以希望今天所提供给你的双股最佳的合作方式，今天最后一天啊，你自己把握啊，因为其实昨天名额已经满了啊，公司特别的开放哦，最后一天的一个合作方式，主要提供给你的是尊龙等级会员股票啊，你不用花太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资金啊，你要的是双股3+3最棒的一个操作绩效，希望你好好把握，明天见。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保证正派经营，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第二保证，诚信为本，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第三保证，带进一定带出，精选持股，持股集中，保证带进一定带出。成功总部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带您领先洞悉市场，稳健获利，无往不利。陈通投顾值得托付，您的27525868。巴菲特，陈通投顾蔡老师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精选持股，稳健操作，是全市场最实在、最诚信的分析师。新人蔡老师是您赚钱的开端，速洽专线02-2752-5868，27525868。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